美君啊，我要去买好兄弟拜拜的物件哦。哦，好，妈，你路上小心哦。是谁没把水关好？该不会……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！你出来！你出来！出来！少在那边琢磨作业，有种就给我出来！妈！哎呦，阿弥阿弥，谁给我下回啊？明明七寸寸加跨两倍。哦，买这么多东西啊！别记买金纸，佩君啊，你去帮妈妈买好不？好好好好好。哦，妈，你不要吓人好不好？是啊，恁真吓人嘞，紧来去啦，搁要拜拜嘞。大大、叔叔、安安，我是出卖凯君的凯君。怎么样？这一天还好吗？我后面怎么了吗？我后面没有东西啊。身为一个精挑细选、精打细算、勤价后营的特优网拍卖家。啊，什么？你们说什么？哎，你们别再吓我了，现在不是愚人节，现在可是农历七月，这个玩笑开不得啦。好了，因为现在也是农历七月，我看我们直播就先暂停一次哦。出卖凯君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啊，最近真的太累了，一直出现幻觉，我看还是休息一下好了。妈，小声一点啦！好重啊！靠！飞去韩国，怎么自己这个狐狸精？啊！有鬼啊！表妹，你没事带家宝要干嘛？我是小罗法的话，我家只有我爸就会爱上我了。难道最近那些奇怪的事情都是？所以那些哭声飘来飘去，结果都是你喽？我哭到水肿，我就想请你帮我买乐福眼袋，但是你竟然抢走我的智容，我爸。什么？哎，怎么停电了？表妹，这次不是你了吧？七月到了，你不要乱啦！啊，对了，手电筒。能远射也能泛光，5000流明井耗能一瓦，让你突破黑夜与白昼的界限，常开24小时，永不熄灭。你妈是来叫你下回吗？你才是小杂毛。你才是吧？你才是。